每周四中午12点，爱奇艺 VIP 会员抢先看 Vlog 营业中。大家好，我是拍拍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行程是 Chapter 1 Unite 的 Vlog。 欢迎来到我们的游戏大挑战真心话大冒险。再一次回到了熟悉的大厂，咱们把相机往这边照一下。青春有你 Chapter 2南征北战的 Vlog。 我有一个梦，相遇后彩虹。等着接招吧。 Chapter 3 Tangram 的林超泽的 Vlog。 首先来喝一下这个，这是黑芝麻，我能感受到它12个小时以上的那个口感。哇哦，原来听相声的，听相声的地方是长这样的呀。Chapter 4，摄像机传递，祝绪丹。就是我来挑战一下，看看我下树杈，脚下面可以垫几块砖。本好奇少女是最喜欢围观童年回忆的了，童年游戏和拍照技巧，有人的分享安排上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宁。明明，今天我们来干嘛呢？你猜，拍个照吧。好，来，今天教一下大家就是拍照的技巧。我拍照的技巧的话，一般我习惯用剪刀手，就比较。我的技巧呢就是多拍，多拍，对，拍的越多你越会拍，多拍然后看，多拍看。你要是拍一张照片的话，那你就拍100张，肯定能跳出一张。随着这样的经历，然后你就知道，哎，越来越拍好看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记得有一个就是那个网格。网格你会不会用？网格呀、网格啊、特写的时候把人就是哪个侧脸放在哪条线上，就是眼睛就会构图，对对，那个是构图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啊，这个就不用我们讲了。你两个平时喜欢用的滤镜？我平时如果用滤镜的话，我喜欢有一个叫那个迷雾，就是比较朦胧的。我以为你会用美白。滤镜是有这个美颜，健康肤色不需要哦。OK， 我喜欢用黑白的，为啥呀？就有的时候能就感觉是会有不一样的氛围，有的时候是很伤感啊，怎么讲？然后除了滤镜的话，还有什么？大脸瘦眼开一开，就是对自己不自信的话，可以开一下大脸瘦眼。平时会经常修哪个部位？我不会修，我不修了。有美颜吗？它自己出来什么样？对对对，就拍出来什么样就不行，不会再二次修改。再修对就不会。做什么？先做一个这个搞笑的。知道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孙悟空与贝吉塔的合体的时候，这个对不上的话就会变成一个胖子。哦，这样的。对的太，然后又这样子对的话，它就会成一个瘦子，而这样正好对上，它才能变成一个很厉害的。索隆，天哪，模仿不出来，他那个太有男人味了，太帅了，我的妈呀！我喜欢石鸡仔，石鸡仔的。4-5点，准备睡觉吧。我是这样，这就是，比如说这有个手机的话，对，我是这样，就是这个状态的意思。那看有没有工作了，有工作的话就在车上这样睡。有工作在车上这样睡，没工作就还在睡，还在床上睡，是这样的。妆前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都行，就是但是你妆了的话，就算你想睡，你也得这特别你也得这样，对，你只能这样靠，你头不能乱发型，还有脸就很难受，反正有妆的时候不好睡。那个时候也差不多，也不是特别醒。就是虽然醒了，但是也是迷迷糊糊的，就是没有灵魂、也是在看手机，在家的时候看手机，工作的时候就吃饭。黄昏的时候差不多就，哇，准备，我的妈呀，世界今天生活刚刚开始。晚上，
要不要去吃火锅呀、啊？对，问管院会不会去吃火锅？对，这样子，我们就会约个饭。其实，人站在那就，人站在那就。这样的，就是我和管乐都经常用这个，就想不到动作，我就会用这个。最近不是放了吗？那个放屁的那个东西，我一坐下去，那个东，那个我那个表情，反正被做成表情包了。我一直看到那个表情，贼难受，就那个瞳孔地震，真的是瞳孔地震。最近生日会的时候，那个jumping 的时候 ，cause I'm a jumping and bumping, we jumping, boom。模仿自己也模仿得很到位。好，现在逮到了管乐，抓他进来跟我们一起拍照。哟，这是谁？这今天的主咖学长。嗯，我跟他这样子。啊，那我俩这样，你这样子，再摆一道这样子。好好来。我们摆一下 vlog。vlog。vlog。vlog 怎么打 ？v v。对，小树杈。V L O O G， 来，谢谢大家。好中二啊！嘿呦，这是嘉义不能停下，麦克风滚烫，声音火辣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游戏大小镇。这个游戏机是什么？充电宝游戏机，可以边充电边打游戏的游戏机充电宝。哪一个？这个，第二，魂斗罗二，噔噔噔噔，哎，谁先死谁就输了。哎呀，哇，我死了，好，你赢了，恭喜恭喜。你们小时候最喜欢的童年游戏是什么呀？虐杀原型，精灵宝可梦。这一类游戏，你队友当中谁比较厉害呢？都很厉害吧。我觉得我们男生打游戏的话应该都还可以，都比较有天赋，男孩子打游戏。那现在觉得自己玩哪个游戏是最厉害的？现在大部分把时间放到了舞蹈练习上跟练歌上，所以很少会玩这种游戏了。还有什么别的童年回忆吗？吃辣条，放鞭炮吧。小时候还被炸过，我被炸过眼睛，被炸过手，炸起炮来了，我觉得。排位类的游戏，自己打到的最高段位是什么？英雄联盟的话打到了钻石，王者荣耀的话最强王者。我王者荣耀是最高是星耀，英雄联盟最高是白金翼。那平时最喜欢用的英雄是那种 A O E 伤害的，还是说那种什么英雄都用啊？没有指定的英雄。那我比较喜欢玩刺客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嗨，哇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我们看一下我们在哪里。似曾相识的地方，在这个大厂影视小镇。来，管员给你拍张照。今天刚好来这边录节目，然后就再一次回到了熟悉的大厂，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啊。对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两个偷偷的溜了出来。溜了出来，我们要去哪儿呢？下一站目的地。对，我们。就是要现在大厂最喜欢去的地方，经常去的地方，而且是悄悄去的地方。大家看这一栋楼，就是我们平常三点一线其中的一点。对，是我们的宿舍。这四楼啊，我忘了几楼了。四楼对。宿舍真的就刚好是练习室，我们平时经常的地方。想不到，就是一年又回来了，重新。然后现在想想，其实你会怀念，但是。不想回到那段时间。哎，看，等一下，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地方，最著名的景点啊。站姐会在那里站了一堆，在那里拍照。然后平时这条道就是出图的地方。
看，咱们把相机往这边照一下。青春有你，青春有你。今天现在刚好也是下雪了，那会儿就是对啊，那刚录完东西回来，边走边下雪。对，那会儿好像是 Terra 的时候吧。对的，是是、啊、对对对 Terra 那会儿下雪，我记得我们还在大雪中打雪仗。真的不想提他的，太累了那个。对，太吓人了，真的。对，因为那段时间好像时间挺紧的吧，好像就两天时间，我还没有编好。第二天要上台彩排了，然后前一天我没有编好，就是我还没有整体拉完。对对对。然后第二天要彩排了，哇，真的是，当时那个心情慌的要死啊！特到队长。我记得 Terra 的时候是我最瘦的时候，那时候我96斤，我现在应该比那会儿胖了十斤，就出来之后就是伙食开好了，大家都心力交瘁，真的是崩溃的边缘。那这是我们的后门，那会儿我们经常就是会悄悄咪咪的从后门跑出来去买东西。我记得那会儿好像我们刚进大厂的时候，那时候真的是严令禁止我们吃东西，吃宵夜，是因为怕我们吃胖了啊。对，然后要上镜，要控制我们的饮食，要管理我们的身材。我们吃不胖。我记得那会儿进大厂，我真的我做了好多准备，我带了好多螺蛳粉，然后带了好多老干妈，然后就是大家都会去他的宿舍那边跟他搜刮一些小。真的，我那会儿我的老干妈真的是抢手货。那会儿老干妈他拿出来一瓶，基本上两天就没了。盒子两天大家就分完了，对对对，一天就没了，一下就分完了。然后我还记得那个肉丝的最好吃，对，干煸肉丝，我觉得干煸肉丝最好吃。管乐，管乐，哎，管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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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最后某一处地方开放了之后，从此我的老干妈无人问津，就是我们大厂著名的全食便利店，全食便利店也是著名的景区之一啊。我们到了，哇，开灯了耶，灯开起来了，真的是为我们而准备的。哇，这些零食都似曾相识啊！我记得那会儿我特别喜欢吃，大家都最喜欢吃这个酸奶，它的草莓味的最好吃。然后咱们拿一些给带回去给他们，带回去就是他们也喜欢吃。对，还有这个果汁饮料，还有这个咖啡，那是我们就是录节目什么的，就是我们要消水肿，就是没办法，就只有喝这种咖啡。这个特别好喝，丝袜奶茶。对，这个丝袜奶茶。我记得好像在后面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禁止我们来。长胖了吗？那个其实是干嘛来着？有一段时间可能有部分人长胖了，有部分人长胖了。就是我教大家这种面包的一个吃法，就是一定要开一个小口，把气放，然后放进那个微波炉里面叮3秒钟，拿出来巨好吃。啊，还有这个耶。我记得那会儿我们进来刚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咖喱鸡排，文翰啊、嘉义啊，他们都喜欢，小莲啊，他们都喜欢吃这个咖喱鸡排。这个好像蛮好喝的感觉啊。今天这单是节目组买吗？吓死我了。拿。好嘞。哦，还有这个啊，那时候我们也会悄悄的，就是买回宿舍吃这种方便火锅。我特别喜欢吃火锅嘛，但是你要在里边就是将近4个月吃不到火锅，那就会很难受，对于我这种喜欢吃辣的人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买这个方便火锅来吃。我最夸张的是让公司就偷偷给我带了一箱这个寄过来，是吧？一箱这个就没有，他们开车送进来。哇，悄悄的还是。哇哦。对，然后放在宿舍天天吃。刚进大厂好像3天4天，那会儿说不准去嘛，但是我觉得那会儿彩排完，那家里就突然跟我说，还有管乐，他说我们去全食，然后他说
不能去吧，你要被逮到的，你被发现就完了，怎么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大厂嘛，所以就找不到，就是全是在哪儿，我们就在里边就是各种逛，然后呢就终于找到全是，哎，那天我们好像就是买完东西就是。因为就藏嘛，就把它那个藏到帽子里面。我们有大衣，对，每个人发一模一样的大衣。就是那，就以前来全市，你还不能带那些大的东西，你只能买小的，就是小的喝的呀什么的。你好藏，电梯门口会有玄关，对，盯着，你就塞着，就假装没事。对，需要藏着。当时有个故事呢，因为是我们还有施明泽嘛，黑金计划就，施明泽当时跟姚明明两个特别好啊，当时初期的时候他俩就两个人一起偷偷跑来这里，刚把东西装完，就是一回那个宿舍，海龙你知道吧？海龙出现了，发现，然后看到两个人，但他没有看到脸，因为太黑了。电梯不坐，直接就先跑楼梯跑到三楼，再坐那个电梯。叫到三楼上四楼，海龙在一楼逮着就等人在那里，后来我们全体人被叫出那个宿舍，全部叫在那罚站开会，记不记得？然后说到底是谁吗？对，他说我知道是谁，其实他不知道，是装的，他是知道是谁，吓唬人，帮薯片吸买点薯片。我记得他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小习惯，就他喜欢吃零食，就是我第一次能有人在吃饭的时候在那吃面包，对，就在吃那些很咸很辣的菜的时候旁边配着那种小面包，就是我说就很奇怪，给他带一包下饭吃，这个糖也是畅销款。姐母在恨着我心啊，那你为什么拿那么多？那给我来个藤椒的吧，老板，节目组的心在滴血。那老板拿一串这个，两串这个好不好？先尝一下，是吧？啊，想哭，演技有点浮夸。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，流下了幸福的眼泪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结账了。结账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买完了，现在买完了，准备要回去了。Let's go， 真心话大冒险 Round one， 来把自己的手指那肯定是一米幺米米，大冒险，拿一个出来，模仿其他队。哎呀，这个招牌动作，随便模仿一个嘛，那就他吧。对，这个。好 ，OK， 过 Round Two， 来。好，瑶瑶选一个大冒险，有点皱眉的感觉。这个要新年礼物，面无表情含柠檬十秒钟。望柠檬咪望，看到了，直接上的是吗？你在含吗？直接含，含住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。他俩都在咬了，他看明明都在咬，你看你。Round three， 来点起来。哎，王子姐，大冒险，对镜头放电，说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哇，这不是你的 style 的，要换一个吗？不要。三二一，我怎么这么好看呢？好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哎呀，真心话。你最怕的东西是什么？蜘蛛。你最怕蜘蛛啊？还有我呀。还有我。好，下雨。有没有被家人催过婚？催婚过？三二一，回答。哇，这扑面而来的胡一莎，大厂女孩们简直要哭了。路线拍拍我已经默默记下了，优奈成团一周年的时候可以去重走大厂路喽。对于音乐发烧友来说，没有比记录歌手的生活更开心的事了。亲日粉的幸福感属于 follow 南征北战的拍拍我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NCPC 南征北战，我是胡廷阳，我是倪成，我是广西的老铁赵成龙。那我们现在是要去什么地方呢？嗯，知道吗？我想听你预告一下。你知道吗？但我很奇怪，你俩今天都戴墨镜，能不能有一个人跟我不戴？都不戴呗。对啊，好啊，来，对，跟大家交流一下眼神。你这样眼神怎么交流？眼神没有温度怎么能行呢？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眼睛是、哎、是一个打开心灵的窗口。对。那跟我们聊一下，最近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呀？哦，哎，不要聊最近，最近我们在干一个事儿，就是经常在跳那个假腿。假腿，伸手，歪头。我的天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一首作品，大家都蛮喜欢。然后这首歌在抖音很火，您给大家跳一段吧。这里怎么跳？假腿伸手甩头。假腿伸手歪头，来你来哼一下。你把假腿走路，别把它扯烂。想过，一块出去郊游的时候会唱一些什么歌？我有一个梦，像雨后彩虹，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。够自恋吗？实力送给我龙哥，到你了。我真该说。不是，有什么好笑的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我感觉刚睡醒了，睁开双眼。对呀、啊，那你就睁开双眼。到你了。阳光和雨滴相遇。哦，他想了半天词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在想要不要接你下一句。可以，就一句就够了。是吗？完美吗？那我们今天的团建内容你们知道吗？嗯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快到了，我蛮期待一会儿的积分赛。我一定会赢的，因为我不想请客。我相信我。我们一定会让他输。首先欢迎咱们南征北战来到我们重体无限做客啊，老赵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好，我姓郭，是咱们今天的主教练。那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要做的活动啊。首先第一个，咱们在擂台上进行的叫妖旗大战啊，之后咱们就回到绿茵场中间，绿茵场最大的空间，咱们做最大体能运动，泡泡球 ，OK， 可以撞来撞去那种。OK， 最后一项也是我们家最经典的项目，叫攻防剑，真人 CS 的攻和剑。哎，王硕这位选手好像有点胆怯啊，啊，对不起。三二，超时了，得一分啊，拿下一分，准备好了吗 ？Three, two, one, go！ 有优势啊，算有优势。耶、yeah! 什么他手太长了，手长一寸长一寸长。好，来，
现在咱们要玩的就是泡泡球了，很明显啊，是需要对撞的。嗯哼，来，咱们先讲一下规则啊。Round one， 我们就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等着接招吧，臭弟弟。3, 2, 1, 2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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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, 2, 1
打力啊 ！3、2、1，Go！ 走！哇！我一定会赢的，因为我不想请客。耶！OK， 好，咱们来到最后一个环节，叫做攻防剑啊。这个体能消耗可能比较大，但是要求的精准度也比较高。来，那么咱们先简单分一下队吧。他目标大，他目标大，那我就选小黑吧。这不欺负人吗？这不是。开始。放。过来过来，往前走往前走，我们诱惑一个。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。你越线了，你越线了。对，犯规扣分扣分。不能啊。耶、yeah, 我击中他了，击中了。OK， 好，那么咱们今天的所有小环节结束了，那么咱们看一下最终比分。好，各位，那么咱们今天的流程玩的游戏也就到此结束了。但是听说你们好像最后有个小赌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是什么赌约？我觉得就是谁输了谁请吃烤串吧，撸烤串。对对对对，撸串。我觉得这个不用说了吧，就是我们的赵老师，我们两个今天也挺辛苦的，所以待会儿好好吃一顿。然后也辛苦教练，辛苦教练，每个环节耐心的教我们。其实最近我们也在苦练一个舞蹈，那么今天教练一直在教我们，那么现在由我们教给教练好不好？我们的一首歌，对，他需要咱，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假腿伸手歪头。哎呀，去吃烤串了，吃烤串了。走，去吃烤串，咱吃烤串好不好？吃烤串，走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今天挺累的，但是终于让某些人请客，吃撸串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点呗，我觉得不是不是不是多点，我觉得咱们应该注意形象，要少吃，保持这样的身材。我可不管，我要使劲点，点菜喽，点菜，来，那我不客气了。红柳大串先来十个呗，那个应该不好吃吧？肉筋来点，牛心管，一指金针菇，烤蔬菜，羊心管，哎，生蚝我爱吃这个。那有生蚝是不是就得来扇贝啊？鱼豆腐你应该挺爱吃。我不爱吃。来吧来吧。哎，这红柳鸡肉串不错呀，西北面筋，乾隆白菜，石锅贝贝。刚才所有的都是五串五串起啊，咱们都尝尝，好吃再来。肉。哇，烤串来啦！耶、yeah ！吃蒜卷，好，鱼豆腐，哇、wow ，肉串肉鸡，哇、wow ，请趁热品尝，谢谢谢谢，都是血汗钱呐、啊。现在这个烤串上了，你是不是心拔凉拔凉的？没有，你不吃它也上了，是不是？我先吃吧，我昨晚上就没吃完饭。哇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哇、wow ，哇，这个我喜欢。
这个我喜欢。来吧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你们先聊吧，我先享受美食。哇，谢谢谢谢，味道真好。就是因为你。哇，一会儿拍完了，他可能就猛吃了。不是吧？嗯，我一般没有这个包子。好吃。你现在就很猛了。今天玩了那么多项目，我觉得应该多多吃一下肉。因为咱俩是都不同地方来的嘛，然后想学一学就是不同地方的方言，就是真好吃，如果要自己表演。没问题。嗯，啊、太简单了。真好吃怎么说？方言。用。用。对，就一个用。用我的方言来说的话，就是太好吃了。那就跟我的差不多。沈阳的、东北的也好学吧。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可以说老弟了，老弟 了。对 ，B 就是这个， perfect. 对 ，perfect。比如说，就形容这个东西特别酷、特别牛，但是也有一个就是老 B 了，嗯，太 B 了。那么咱们来个小桌游，好吧？这个是你想出来的游戏，网络上，嗯。评价最难喝的饮料，我也没喝过。水是水吧？对，白花蛇草水。哦，蛇草水。对对对对。那么咱们就拿这个纸牌，咱们吹。我觉得让龙哥先来吧，毕竟他今天输那么惨。好啊。对对对对。慢一点。三张。三张一。喝半杯。耶、喝一杯，还要喝一杯，一瓶，我一杯，一杯，对我来说太简单，只能一口气，不能分几次。一杯是吗？一杯，来吧，干杯吧，咱们都放在水里，啊、你先喝一口吧。咱们干了，放什么东西？往后还是兄弟。如果今天我请客的话，就不是兄弟。那你必须请客，不能因为这一杯水。哎呦我，哎呦我，哎，我觉得挺好喝的，挺好喝的。你家里最近好吗？挺好的，多谢你的关心。干了吧。你俩怎么在品上蛇草水了？一边品这个，一边谈人生。对，一边享受人生。整的我都想再来点了。这来来来，带一个来，周末愉快啊！希望我们接着拿那个。作品说话，好了啊！我没买错吧？让我们继续争第一。啊，好看，好看、啊。好，那么这么美好的周末，咱们要以这个小蛇草水一起干个杯结束，行不行？也希望大家在这新的一年里都有个好心情。除了关注我们之外，也多关注你们的身边的爱人、家人、亲人。来，干杯！行吗？嗯。大家一起加油，不忘初心，加油，砥砺前行。在拳击馆团建，强行传授魔性武打，惊得我笔都要掉了。果然是用蛇草水来打赌的硬核组合。游戏和美食写多了，也想做个文艺青年来着。听说初来乍到的 Tangram 的林超泽小哥哥要去打卡北京超文艺范的网红地，快去跟上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正在营业 vlog 的小林林超泽。对，今天我要完成一天 vlog 的拍摄，因为我刚来北京嘛，然后我团队的同事呢说要带我来游玩北京，然后呢他推荐了这个地方叫龙福寺。对，龙福寺，龙福寺社区，听说这个是一个新进的网红打卡地，然后今天我就要看看他有多网红。哎，好像到了，那我们进去。哇哦，他原来是个展吗？哦，这边是展，这边就有，哦，这里有家书店什么的，等我可以来看看。
好啦，我看完了，然后我刚刚看到那个书店还不错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。Let's go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。我们家叫共读书社，而不是书店。社呢，代表社交的意思，啊，以人为中心，以用户为中心。刚刚听店长介绍一下这个书社，对，蛮有意思的。这边好像还有书，我们上去看一看。厉害了，小奥拉。你平常看书？少，真的少，因为没时间。如果有一个很清静的下午，那可能会翻开书看一看。你还记得你最近一次看的是哪一篇？是什么时候看的？我先走。没有，就是最近一次看书可能在上半年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咖啡厅。今天真的是怎么小林走起了文艺路线？你觉得平时是自己是什么路线？我平时是不会来这种地方的，所以我同事跟我说今天要带我来龙福寺社区，也太不适合我了吧？我就适合去那种 shopping mall 啊，就很值得买买买吃吃吃喝喝喝，就是完全不想的，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，因为工作压力和学习压力可能比较大。不过也是不错啦，我今天就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有一种不同的方式可以慢下来，是一种别样的感觉，对。哎，我们好像到了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有经典意式，还有创意咖啡。这个呢？这个是手冲单品，就是风味会比较特殊的那种单品上。我要一个手冲吧。您说什么？这个日晒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北京的一个小吃，叫京撇儿店。因为我们京什么？京撇儿，它就一撇一捺的撇，弄了一半。京撇儿，对，京八片一半，对，啊、哦，京撇儿，啊、哦，京撇儿，尝一下撇儿。那这个给我来一个，好，好，可以，你先坐了，好，谢谢。手冲坐哪？这个吗？我现在来喝一下这个，好喝的耶！它不是，就是美式的那么苦跟涩，它还带了一点那个回过来，还是有点果味的。嗯，就是因为它是日晒的，所以就是它有那个。经过太阳洗礼的那个味道，对，有太阳的味道。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，我先吃一下这个哈。我知道为什么要点这个了，因为点这个要喝咖啡，很腻，就是得就着它吃，嗯。嗯，嗯，这是黑芝麻，这有点像核桃酥的感觉。总体来说，这四个是真的是配咖啡正好的食品，对。因为我觉得现在不管是食品店还是饮品店，就是会成为网红打卡地标之一的，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整体的这个风格，不管装修还是它产品的释出，我觉得就是整个风格就是很统一性，而且很有自己家特色，我觉得可以打4.5，除了这个太腻。吃了一点点心，然后就把我胃口吃开了，也到饭点了，我觉得。然后我觉得可以去看看有什么吃的。Let's go。来到一家这个很混搭的那个餐厅哈，
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风格，但是就是听说好像很健康，很健康的样子。对，那我们叫老板点菜吧。我们家卖的最好就是酸汤鱼。酸汤鱼是吗？对，贵州的酸汤鱼。哦，在温州这个叫酸菜鱼。那好吧，那他来半斤吧。咽口水。你选一个。我要土豆吧。啊，是这个吗？哦，西红柿土豆浓汤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喝哎。十二小时骨头汤炖萝卜牛腩，好吗？被我支配的工作人员，可以再来一个青菜是不是？我们家有那个有机苹果醋炒的圆白菜。好，那就这样先呗。嗯，嘿嘿嘿，来，先让你看一下，先喝个汤好吗？饭前先喝个汤，我来给你打汤。来点萝卜，我看这十二小时有多十二小时啊！哎，牛腩很烂哎，它炖的。来，你来踹一踹。我能感受到它十二个小时以上的那个口感。我们来吃一下这个笋干炒肉好不好？这笋干是嫩的，我觉得他家食材是选的很新鲜的。我来吃一下这个酸汤鱼。感觉是泰国风味，就来到东南亚吃一下这个圆白菜。好酸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加了苹果醋。我发现了，这家老板应该平时很喜欢吃醋。对，这家里醋坛子打翻了，所有都是酸的，没有一个不酸的。如果我觉得今天要打 MVP 的话，我觉得是汤。十二个小时不愧是十二个小时。Hello， 我现在吃完饭了，然后坐车来到了这里。听说这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。等一下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刚刚看到进进出出的一帮爷爷奶奶们，我有点心慌，所以我现在坐在了这里。然后现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旁边这位是今天要教我是茶艺是吗，老师？对，茶艺。啊，茶艺的老师。老师您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我是老舍茶馆茶艺师，然后我的名字叫李锦。啊，李老师好。你好，今天教您冲泡的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。第一步就是温杯烫盏。温杯烫盏？对。这么多手法呢？然后拨三克就行，能盖住这盖碗底薄薄一层，然后温润醒茶，然后就可以泡茶，然后这杯茉莉花茶就泡好了。行，那您体验一下泡茶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要消个毒，倒五分之一的水就好了。对，然后把它端起来，晃晃晃晃，好，差不多了，把它倒掉，然后拨茶叶，好，然后醒茶。也是五分之一水，然后拿起来晃晃晃，好，醒茶醒完了，然后我们再把水倒入 OK， 盖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品茶了。完成，好啦，茶艺也学完了，然后茶也喝了。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，是我真的第一次。然后他们推荐我这个楼上还有个地方，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看这种东西，就是相声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走吧，出发去看相声。说学
学逗唱，没错啊。哎，拿我来说吧，啊，我就特别的喜欢唱。您呢？啊，我会唱二百多首歌。听相声的地方是长这样的。大家伙给我一个外号，这叫二百歌。哎，好听。我这个搭档啊，会跳二百多段舞。对了，管它叫二百舞。是啊，二百舞啊。这是我第一次去听相声，才发现相声的魅力这么大，以前我都不太了解，听完之后就觉得挺好玩的。粉丝们也给我们团有一个爱称，叫做相声男团，估计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很好笑吧。今天去了龙福寺社区，看了展，逛了书店，打卡了网红咖啡厅，还吃了私房菜。这些事情肯定是在平日忙碌的工作和学习当中不常做的事情，但是有这么一天也很好，我觉得。总之今天很开心。第一次听相声的 Tangram 的林超泽小哥哥，如痴如醉，一秒变迷弟的样子，好像拍拍我在线。嗯，原来崇拜的眼神是这样子的呀。Tangram 的林超泽小哥哥的茶艺之旅，用他超准的记忆力，喜提手账史上最快 get 的新技能，抓住寒气的尾巴，用小哥哥的手法来泡茶还来得及。祝徐丹小姐姐接到了摄像机传递的双重挑战，十秒内摆出十个拍照 pose， 还要完成拍拍我想都不敢想的一字马。摄像机一直开 ，vlog 你来拍，我在爱奇艺泡泡向你发出摄像机传递挑战。朱学丹你好，我是你的挑战发起人 Unai 何长熙。每个艺人都有自己的独家拍摄 pose， 我最喜欢的 pose 是。今天你的挑战是十秒钟完成十个 pose， 摄像机传递接力开始，期待你的表现。当当当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学丹，我现在正在装扮，等会儿要去拍照啦。最近冬天很干嘛，然后大家都每天要敷面膜呀或者什么，你有什么独特的护肤或者保湿的好办法吗？晚上一定要敷睡眠面膜，比较清爽的睡眠面膜，然后敷在脸上，就很保湿的保湿水放在化妆棉上弄透，然后贴在鼻子上，也是效果非常好的。然后我最近在喝那个蜂蜜水，它不是蜂蜜柚子茶，喝喝水，就是各种渴，皮肤也渴，身体也渴。我有可能上辈子是条鱼。走吧，走吧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套衣服，我觉得这三套目前看起来是三个个性的人穿的。嗯，比如说第一个学生们就比较乖乖的那种，然后第二个是比较无拘无束，然后是很休闲的那种感觉，很舒服。然后这个是应该是比较优雅的那种女士穿的吧。你自己平时喜欢什么风格？我自己比较喜欢稍微酷一点舒服的，最好是以黑色为主。第三个都不是我平时，都不日常。住住住住，我们要做一个摄像机挑战，你记不记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要完成一个摄像机挑战，挑战的内容是十秒钟摆十个 pose。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都觉得女艺人为了保持身材就是很注重饮食，你呢？是这样的，就是你要吃欺骗餐，然后吃完欺骗餐你会有更有动力的去减肥。欺骗餐的意思是什么？串串呀，火锅呀，烤肉啊，我觉得可以少食多餐也会减肥的。随身揣一点小零食，就像你
好吧，那健身教练会跟你说饮食要注意些什么吗？健身教练会跟我说每次健身之前要吃饱，要不然没有力气健身。你不能只挑他让你吃的，他肯定有讲说要多吃蔬菜什么的吧。嗯，忘了。他跟我说就是让我多吃一些就有能量的东西，牛肉啊之类的要多吃一点，还有鸡胸肉可以多吃一点。接下来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安排吗？最近我还会在台上唱歌，所以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就是终于就是有唱歌的节目可以找到我，而且还一下子这么多，我会好好把握机会，然后以后多唱一些歌给你们听。好的。自己觉得自己唱的怎么样现在？嗯，起码是比去年的自己要好很多了。我不跟别人比。好的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你的蛋壳们现在也已经不会一听你要唱歌就哦就害怕，令我害怕。他们以前就好像是我说我要唱歌了，他们说等一会儿赶紧跑给我留点时间，就是会期待你要唱歌了是不是？嗯，应该是吧。嗯，我看好像是。继续努力吧。 OK， 我们现在工作完啦，要去健身了。我把妆稍微改了一下，就是刚才这里有两道白的，就是一个创意的妆容，然后给擦掉了。嘴巴稍微的弄淡了一点，然后把头发盘成了一个就是比较方便运动的一个头发，所以我们现在出发啦。地方了，现在我要进去了。我已经到了今天健身房，还好人不是很多。穿什么？往前一点。我这种直男角度，我真的也是醉。这样，对，这样才是女生。哎 ，Hello，Hello，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。瘦，看到没？所以他不让我少吃。你上面蒙的豆腐好可爱。终于是别人给他扎的了，精心的一个大丸子。三分之线就会很多人会去里面的工作，连冰行文静前其实很好，里面都跟冰行好冰行，所以现在有很多好玩的工作。那你就有兴趣。只拍上半身觉得你好厉害哦。可不可以只拍上半身？挑战一下，看看我下树杈，脚下面可以垫几块砖，因为我好久没有练了，我不知道我可以垫几块。我先垫一块。哎呦，垫一下，好紧。好，垫一块。哇，默默给你点个赞。再见。上砖。上砖。厉害哦。
可以吗？我的天哪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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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我觉得不要再挑战了，现在这个画面已经很恐怖了。很恐怖什么鬼，我很努力。预备好了，拜拜。挑战成功，而且超额完成。4567好。哎呀，每周四中午12点，爱奇艺 VIP 会员抢先看 Vlog 营业中。参与爱奇艺泡泡 APP 许愿池 Vlog 摄像机传递挑战，实现你的专属心愿。电视大屏探索明星 Vlog 就用奇异果 TV， 用爱奇艺专属流量解锁明星幕后花絮，随时随地想看随意。上微博搜索 Vlog 营业中话题页，参与讨论，边看边聊。百度搜索 Vlog 营业中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上百度百科看短视频，快速了解节目信息。这是哪儿呀？是我们的宿舍呀。当时的舍友都是谁？我跟他一个宿舍的。第一次是 B 班吗？我是 C 班的。你觉得优奈现在缺少什么？在2020年，希望个人有什么突破。如果当初没有加入优奈，你觉得你现在会做什么？我会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怀伟。今天呢，准备给自己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，去服装工作室去应聘。对，你就可以，没错。就是我可以穿一下这件，如果好看的话我就出来，如果不好看的话我就在厕所待着。天哪，转一下，我现在如果分享这种肌肉感觉。这是我的第一件个人衣服，我也做主。放在招牌，每个客人桌都放一个锅。要找啥来着？我一进门就忘了。梵高的自画像，有面包，这里有火鸡，要一个那个，再要一个草莓吧。所谓左手是薯条，右手是鸡翅。咦！感谢百度 APP、知乎、百度百科、猫眼、笑娱乐、抖音 APP、百度网盘、三六零相机、超级星饭团、快乐粉丝会、模范生、疯贩子、一只鱼、顶多跳舞、滴滴资讯、想见你、微鱼、幸运网、小白娱乐、综艺跑、方糖、小鱼、观众网、雨果娱乐、知图、超级易经网、神奇 APP 的大力支持。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